这叫做啥物呢？加加个，唔是啦，声波啦！啊你，切，我放另外一张我你看，安尼这张较清楚无？哦，这叫做国宝、城宝。哦，这种高级啊，即马无人咧去这啊，去这太贵咧。即马这种城宝吼，即马这拢是即马讲用足侪钱伫维护的啦吼。为什么要讲这咧？来，因为今仔日的主题讲吼，咱每一个人各照咱的专业做管家啊。我唔知道你捌去过城堡无吼？咱即马即个时代讲管家，你可能无啥概念。啊，你若有机会哦，去欧洲看迄古堡吼，你就会了解，真正需要一个管家。迄若家庭主妇无多通顾，要怎顾？迄一座城堡内底，外口的花草，爱有人割草，爱有人咧种花，爱有人压水，啊，树叶人爱有人扫涂骹。迄范围毋是讲几平尔呢？拜托咧，迄规山鸟啊，过来，老城堡人吼，大部分的厝呢，拢有饲马，啊马爱有专人照顾，马爱训练，哦，马爱有医生，啊，搁再来照顾遮尔啊侪人诶，大家食饭要安怎？都爱搁请厨房诶骹手。一个要煮这么多人吃，不可能。所以呢，厨房里面、灶脚里面，都要请足侪足侪这新罗吼，这员工吼，这佣人在厨房咧煮菜，透早去买菜，买回来爱洗、爱清、爱处理。啊，大家在底下想新的花样，中头要吃啥，暗时要吃啥。啊，若像这个欧洲的城堡，啊，搁一个叫做 morning tea， 吼，迄再啊搁一个点心的时间。下晡搁一个下午茶的时间，暗时搁食一个宵夜，吼、哦，真正不是，敢那只补六顿，三顿以外搁加两顿点心，七顿宵夜，只补六顿，忝死！迄、那个规组的人伫遐咧做，啊，毋是安尼了？安尼吼，迄贵族嘛吼，应该无代志呢，拢啉酒。啊，啉酒的时阵呢，都爱搁另外有人专门咧管理伊的酒厂，所以呢。管酒的，搁另外一个专业，哦，啊，即马过来，经营无代志，是毋是爱唱歌跳舞？所以呢，有诶，若较大规模诶城堡吼，伊若贵族吼，都搁饲即个乐师啦，搁即个乐师吼，专门伫甲伊编曲诶，哦，啊，专门伫演奏互伊听。暗顿吼，毋是干那家己人食呢，请人客，请贵宾来到伊诶城堡。啊，来到伊城堡，都爱有人伫遐照顾，有唱歌，有跳舞。啊，毋然咧，即马大家，因咧欧洲食饭，毋像咱讲啊，一碗，诶，即个是上低一个碗，讲安尼就搞定哦，毋是呢。因咧吼，食沙拉有沙拉的配料，你食过西餐你就知，吼、哦，食沙拉有沙拉的餐具。即马饮料呢，拢总提早哦，毋是像咱一上低自头到尾食到底哦。食水果，我那用滴落去，太厉害了。外国人唔是，哦，迄撇啦有专门的撇啦，啉茶有啉茶撇啦，哦，啊，食沙拉，啉汤的，哦，啊，过来煮菜起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大撇啦，啊，佫再来了饭后，佫啉咖啡，佫食甜点，吼、哦，你甚物代志都免做，你干那他妈上撇啦，干那他妈洗遐撇啦，干那清遐碗碟。你就真正变去啊！所以迄个一组人专门在做清洁的。哦，啊，即马遮侪人，大家住在城堡内底，大家洗衫边啊洗。你讲较早有洗衫机哦，无那边有洗衫机，所以呢，就爱搁另外一组专门在洗衫的员工。哦，专门洗衫。啊，搁再来，囡仔读册，古早时阵了无学校，迄种贵族嘛吼，拢请家教、家庭教师。来厝里底教，所以爱搁一个家庭教师。这个家庭教师，咱该尊重，伊有一间家己的房间。哦，啊，囡仔有囡仔的房间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呢？迄真正有够复杂的啦！啊，因为一座城堡贵族嘛吼，天山搁一间天山的房间，哦，音乐一间音乐的房间，餐厅有餐厅。
学册有册房，听音响个音响厅。啊，所以你想，一座城堡遮大座是咧创啥？拢房间哦，唔是咧困的房间咧，就是拢种娱乐的，还有健身房，还有即个拍孙乐鼓的，还有即个拍乒乓的。哦，你敢若看要照顾啦，敢若树涂骹啦，敢若伫个所在咧清洁啦，你看维持。所以大概那规模较大的城堡人吼，除了主人甲伊的一寡亲情伫大的人以外啦吼，大概下骹手的人算算的至少四五十个走袂去，绝对走袂去啊！所以呢，需要一个管家，你即马了解无？都需要一个总管啦、啊，逐项代志伊敢若负责拢管别人就对啊。所以我若主人有代志，我毋免家己走去灶骹问伊，讲啊你暗顿煮好袂？无可能啦！我都起铃，叮铃叮当，好，紧嘞，迄个主管就来啊！哦，主人，请问啥物代志？啊，你有啥代志，拢问伊一个就好。所以呢，一切去法律就好啊，那叫做总管。所以圣经里面跟咱讲，上帝的国是真大、真大、真大，上帝的国比这城堡还佫较大。所以彼得就讲啊，讲吼，咱做基督徒了后，咱就是入上帝国啊，啊入上帝城堡啊。你入上帝城堡了呢，你要找一个头路，你要找一个角色。你要找一个职务，所以彼得讲，每一个信上帝的人，你即马就已经入了上帝的国，所以你要照上帝予你的恩赐，照上帝原本设计予你的才能，你要来扮演你的管家的一个角色。所以每一个人拢要了解讲，我的角色是啥物，吼，啊，咱来将咱该扮演的职务，咱来扮演好。咱来管理上帝予咱的这个范围啦，所以每一个人管理的范围呢无同，看个人的温素。有个人上帝创造伊的时阵，伊就是敢那大企业家同款，伊咧管理的范围本来就真大。啊，有个人上帝予伊温素，伊可能讲这七八个你管得好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每一个人无同款。所以一个人信上帝了，你也开始问上帝啊，在这个世间。你要叫我服务什么款？什么款人呢？你要叫我服务偌济人呢？你开始爱问啊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，上帝为咱计划的人生，拢无同款。有个人，上帝安排伊的恩赐是，敢若讲，比如讲音乐的恩赐，我是敢若讲教这个初学者，就是讲拄拄学的人，我足好教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学到一个程度，迄个换另外一个人教。那叫做管家，就是讲我唔通教到这初级的我教，中级我教，高级我教，伤忝，爱分工，爱分工。你要尊重讲人这主人这城堡太大咧，你无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代志。一早起来，去菜市啊买菜，买菜等下你啊煮饭，早顿煮好了，赶紧去割草啊。挂草了，食早顿了吼，啊，赶紧洗盘，洗盘了，赶紧去洗衫，洗衫了，赶紧去做家教，你要操死哦！不可能啦，你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代志啦。上帝早就拢分工好啊，上帝是请足济人做伙来，所以哦，咱应该知影讲，上帝服我的主要服务范围是伫倒位。你唔通叫是讲哦，我普罗，我专家。我教这初学者，那有啥物困难？唔是呢。通常这个足专业的是教高级班，因为这个足专业的人已经无这个耐性，已经伊技术好到一个程度，你叫伊对这个初学的吼，都开始学的吼，爱去介绍这个啥物小提琴的结构，真正浪费时间。哦，所以你唔通错误的观念，讲这个足好的人，伊拿来教这个都开始的，一定教了足好。意外经验唔是。一个恁囝若拄啊要学，恁免找这个好足出名的大师，好一点钟就几落千块，唔对，唔对。你其实爱找这个真高价，这个专门咧共拍基础的，无论你是钢琴也好，小提琴也好，任何乐器也好，拢共款。哦，拄开始时你爱学一个讲，伊会用引带这囡仔入门的，伊会用个基础吼拍甲真在的，爱足有耐性，爱嘛爱个囡仔吼。讲有话，
你唔通个老师来教教两堂俩，学生来讲我不要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好无聊，这个老师还蛮教。所以老师哪会晓教？伊要帮助这个囡仔对这个乐器有兴趣。等佮有兴趣，这个囡仔慢慢基础拍好，将来再交予另外一个老师继续安尼教教。即安尼，这个囡仔栽培才会成功。哦，任何物件拢同款。你无了讲一个人自头教到尾，迄伤忝。你若要安尼，你嘛教一个尔。啊！你拢总时间拢给伊啊，哦，所以你若真正是老师，你一班的内面，你也分听多，你要有效的教学，你才讲我变哪教较有效，你那耳朵好过较有效，我袂浪费我的时间，我嘛袂浪费家长的时间甲因的金钱啊，哦，所以我用这个观念甲大家讲，上帝做这个世界，有个人上帝给伊能力真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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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免伤心神，你也免惊讲伊会甲你抢你的饭碗，袂。迄根本就无共市场，完全就是无共款的市场。所以你们当就错误观念，讲我要做天下第一，然后规个市场拢总我的，我总包包起来，无迄个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你搁较敖，你所服务的范围也是有限，上帝安排其他人做其他的代志。所以吼，你要尊重啦，尊重每一个人温素无共款，尊重每一个人能力无共款。所以你若会晓尊重，你就做你家己做好事，安尼就好啊。其他免你烦恼，免你操烦哦。上帝自然的烦恼。所以一个真正有了解真理的人，伊会真欢喜扮演伊家己的角色，伊会欣赏家己，伊会肯定家己的人生，伊袂去甲别人比较，伊也袂去嫉妒别人，伊袂，因为伊知影上帝要叫伊做的是啥物。上惊就是我都唔知影上帝叫我创啥，你就去抢别人嘅物件，你就去抢别人嘅工作，啊，家己唔知，啊，乱七八糟。所以吼，了解家己，知影上帝叫我创啥，真要紧。要跟这里吼，再来聊。好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。来，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温素，圣经讲咱就是都照咱所得到的温素，咱来认真做咱家己该做尽咱的本分，安尼就好啊。代志足简单，人人尽本分，规个上帝国的运作就运作到非常非常的顺啦。哦，这重点就是你要了解，你要了解讲我应该做什么。啊，这就是咱人生在追求的。其实，咱人一生就是在找家己呢。人一生就是在找讲我是什么人，我该做什么代志，什么是上帝派我来世间所要完成的。人袂当想贪心、贪多，达项都要做，达项都要有成就，唔望家己是敢那超人同款，做什么拢做成功呢？这是对家己想过过度的期待去啊。不切实际，圣经教导足简单，找你的角色。哦，一座城堡内面，大家拢专业分工，你赶紧找到你的角色，你咧好好做你该做的代志，上帝安尼就满意啊。时间到，你就领薪水啊。哦，啊，你安尼做，你嘛轻松，而且你嘛欢喜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讲咱要做啥物，这其实上帝早就甲咱吩咐好啊。咱只是找出来之意。咱只是吹出来，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讲：“哎呦，我唔知影变哪吹呢，因为我这也响，那也响。”但是哦，拢无讲足精诶，你放心。好、哦，上帝啊，互你这也响，那也响，应该是代表这物件综合起来的时阵哦，伊会产生一个真特殊的身份，就是这也响，啊，那也响。这上帝真正做代志足奇妙诶啦，啊、哦，足奇妙。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自细汉吼。在一个教会的家庭，基督教的家庭大汉，所以常常在思考：上帝啊，到底你对我人生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啊、因为因迄个年代吼有真侪宣教书，所以常常伊的教会吼会办一挂聚会，邀请这宣教书来分享，讲因在世界各地方、在非洲、在亚洲，和因的宣教所做的工作。所以是真细汉时，伊就听了足心酸的，伊就讲：哦。足好诶，足好诶！我唔盲讲，我将来吼，买当做一个宣教书，吼、哦，哎，就去问问讲，哎、
啊，这宣教士吼，唔知什么物件吼是上界容易去做宣教。啊，宣教士讲啊，做医生啊，哦，做医生，因为你若做医生，你要去宣教，世界各地方拢有病人，所以你只要做医生，任何一个所在，你拢有当去传福音。结果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就讲好，我决心要来做医生。所以，伫少年的时阵，伊都一直认为，伊的人生的目标，上帝给伊的角色，就是做医生。好，所以伊也真认真读书，哦，足认真咧，拍拼。大学呢，伊就去申请读医学院。好，但是啊，等到伊入去读医学院了吼，发现讲读啊足痛苦，读啊非常的痛苦。伊讲，这个物件我拢无兴趣呢。伊介个年纪啊，伊才发现讲，这毋是伊的兴趣。但是伊的信仰甲伊讲，兴趣无重要。你人生就是上帝拣选你做医生，去传福音，做宣教师。所以这个过程，这就是你一定要吃苦。哦，上帝就是将这个你无爱的物件，上帝要甲你磨练。虽然你无爱，你也克服。你爱克服，哦，当你克服了后，你将来叫我多做一个宣教师。哎，这个理论咱也是教会主持人大汉的朋友很熟悉吼，真适合咱教会拢安尼教。但是现在通过到一个程度，伊学袂落啊。伊感觉讲，看到伊的同学，大家拢学甲津津有味，拢学甲真趣味啊，大家拢真兴趣啊，干那伊。都奇怪，感觉讲我拢在浪费时间。这讲的这物件，我哪感觉我一点仔兴趣都无。老师在讲的时阵，敢那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落尾真正读袂落啊。但是颠倒吼，伊有学到一个科目，哦，这个科目呢，是跟数字有关系。伊就发现讲，诶，我敢那对数字真有兴趣呢。所以当伊读大学读一年了，伊终于发现啦，发现讲，伊对数字、对会计，哦，非常有兴趣。伊呐，读到数字的物件，全班大家啥物高等微积分，读啊咧懵懵标标，敢那啉烧酒醉安尼，拢啥无，唔知影课本咧讲啥。伊讲这足简单嘞啊！伊讲这哪有啥物困难？哎，这个很简单嘞，哦。所以慢慢的发现讲，嗯，那时候伊的文书唔是伫遮，那时候唔是伫遮，哦。所以落尾挡袂牢，伊甲一个牧师谈。加这个学校的牧师，校牧师甲伊讲，上帝应该要让你吃痛苦吃着，上帝若要让你做一个什么代志，会让你温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来想看麦，是毋是你考虑看麦，你会当转系，卖去读医学系啊，你转会计，伊讲，但是我是要做宣教师，啊，这牧师讲，要做宣教师机会真济，上帝若要叫你做宣教师，伊会自然会开咯，啊，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为了要转。专去读这个会计，哦，读会计，读到非常的好，而且日子过得真快乐，哦，毕业了，在一间公司咧，去一间这个病院吼，去上班，因为病院内面咧需要会计嘛，所以呢，伊有医学院的背景，因为伊读的是一个医学院，伊有医学院的背景，啊，所以入去病院咧做会计，做甲非常的好，啊，上加奇妙是啥物咧？上个奇妙就是后来，哦，伊竟然呢，怎啊做一个宣教师？做什么宣教师？就是因为伊有病院的背景，伊搁伫病院上过班，哦，伫病院做会计，伊有真丰富的经验。伊对边啊管理一间病院呢，伊也有这个接触，所以后来真奇妙，上帝就怎啊锻炼伊，让伊呢怎啊去游玩，到最后去宣教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，上帝锻炼足奇妙的嘛。所以你只要愿意来敲锤，你只要愿意问，上帝自然会给你答案。你唔免惊。一开始虽然伊了解错误，伊叫是伊是要去读医学院，但是上帝自然给伊带路，带到上帝要叫伊行的路。所以人生这条路你用心啦，上帝自然都拢给你带路。哦，咱只要发挥咱的恩赐，咱就做上帝好管家。好，来后一集要讲什么呢？来，看卖咧吼。跟城堡说再见，嘿，后一集就是要跟大家讲讲，在上帝的国里面，有的人是在讲道用讲的，有的人呢是在服务别人，是在用做的。无论你是出嘴
吼，啊是你咧出工，拢是为着上帝。后一集继续收看。十连八啊！迄定定吼，看你那个好消息吼、哦，有一对翁仔某无？哎呦，足古锥的无？啊，足够煮食的无？哎 ，K C 夫妇吼，足侪人看的啊！就 K C K C， 今仔日吼，我跟你讲，我挑工哦，去买这食谱，因为食谱。哦，你买的食谱啊？哦，我较钱的，买回来哦。啊来，你甲我念，啊我来煮。欢迎哦！哦，今我煮给你吃。哦，来来来，吃青草，吃青草吼，来。来，我看要吃啥吼？咱来吃哦，这袂歹哦。啥？这讲大海参吼，两个龙虾一株。稍等嘞，你讲啥？大海参。海参啊。啊，加龙虾。龙虾。嗯，我哪有可能去传这款料？无啦，换一样。嗯。哦，安尼哦。季节不对，季节不对。好好好。哦，布丁。哎、欸，布丁有，我家有迄个太白粉。哎、欸，好，布丁、啊、来。哦不不不，啊不，咱换，哦，咱换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都在要煮布丁哦，我惊，哦，来，啊，无咱煮一个，迄个哦，这咱有适合，蔬菜瘦身汤。哎、欸，这好。减肥的，哦。好，来。来吼，哎、嗯，什么？水，对，啊，过来一句。水，就我无，啊无可能。干妈咪。哦，两粒，嗯，养乐多啊，你讲啥？干妈咪两粒，干妈咪，哎、欸，番茄两粒，干妈咪番茄，无啦，更葡萄干啦，哈，嘿，更葡萄干，嘿，哎呦，贝灵芝两粒，贝灵芝哦，哎，贝灵芝我嘛无咧，啊不，贝灵芝该放，贝灵芝会咱放较济啦，哦，贝灵芝我感觉这贝灵芝粉放较济，较营养，40克拢该去咯，哦，嗯。哎呦哎呦哎嗯一路导游导哦哦导游导游能讲两 cc 一点嘛头两 cc 无够咸啦，这个放 cc 呀、啊，啊 cc 嘛不要紧哦，安尼哦，哎呦错哎错，可能无错哎，来放米酒错五 cc 米酒哦，米酒我爱加米酒，该放的差不多哦200cc 啊，你好哦嗯。哎呦哎呦哦，拄啊有枇杷膏，好，枇杷膏给放落去，安尼吼，这安尼这个气味，哦，叮叮凉凉啊，哦吼吼，这赞安尼吼。哎，录开呀。哎，啊，我念我的，啊，你煮你的，嘿，安尼要哪会对？哪会唔对？啊，人家食谱伫家，你叫我念食谱，你就无照这食谱啊？啊，食谱是食谱啊。啊！像有规定一定要照安尼行，啊，食是一款艺术，那是迄、那个家己爱感觉迄个气味，啊，甲迄个气氛，上、哦、重要是咱的直觉，煮了好食无好食、哦，对无？安尼阿啦，我感觉哦，这点你看，哇赞呢，哦！种朋友啊，足多人就是像落开伊安尼，哇，迄、那个真正拢家己在做主的，吼、哦，讲是食谱，实际上是家己的谱。真侪基督徒嘛是安尼，哦，迄圣经罔变，啊，拢无在照做。正经人日常生活中嘛是照家己的感觉，照家己的习惯，照家己的背景，哦，是安尼袂使。来、啊、来，好啊好啊，煮好了。哦，是啦。这袂食你的咧。来，你吃。无啦，这什么食谱我唔敢吃。哦。什么你食那唔敢去吃？啊，这是你好消息了，啥？开心。KC 啦，对啦 ，KC 啊 ，KC 红啊，伊什么 ？KC 无重要，哦、你卖假死就好啊。我无啦。好，来，进来，佳姐，来，恁 KC 家己，进来，来，试看嘛，我这煮好啊咧。不，这袂使，这唔是你的食谱。我啦，这不要紧啦，你试看嘛。我最主要你都无会啦，都无煮啊。